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游戏叫做《辛普森一家》（Spring Field）。那之所以叫 Spring Field 呢，是因为这是一款建造式的游戏。那一点进去游戏画面呢，就可以看到一个绿油油的田地，这里就是辛普森家庭他们目前住的地方。因为他们原本住的地方啊，就是受到核子弹爆炸，所以全部被夷为平地。那现在来到一个新的世界，因此我们就要为他们盖他们新的家园。可以看到旁边这黑黑的地啊，都是还没开发过的，只有中间这块亮亮的绿色地板才是我们所拥有的哦。那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些钱啊跟赞，代表是我们在刚刚还没有玩游戏之前他们会自动进行的游戏。那我们刚刚点到了这个，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人在讲话。因为里面的对话呢，虽然它是讲英文，可是它是用简体中文字来表达，所以可以说真的非常的方便哦。那我们刚刚接受到新的任务是要玩它的 MyPad， 时间是要花45秒钟，直接点选开始。然后呢，现在就是它正在进行它的任务，就玩那个 MyPad。那我们也可以再继续做其他的事情哦。那我们刚刚帮它的邻居啊盖了它的这栋紫色的房子，因此要帮他找到邻居的家人。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，现在就是核子大爆炸，所以大家都不见了。中间这一栋呢是辛普森他们的家，那他们家人呢目前只找到了两个，就是这个爸爸还有那个妹妹。然后这里你右边跟左边这两栋是邻居的家，这一栋呢就是一间便利商店。那当然我们可以去别的城市找找看别的好友，这又是我们新收到的任务啦。那其实上面有人讲话都是在提示我们做的任务哦。辛普森家族啊，是美国的一个动画情境喜剧，然后透过一家五口生活的描绘啊，来仿造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。那他们把故事的空间设定呢，是在一个虚构的小镇春田市，然后用搞笑的方式啊，去自我嘲讽美国的文化、社会、电视还有人类状况的各个方面哦。那刚收到最新的任务呢，是要我们盖一个房子。选择了房子之后呢，可以看到它就会在可以盖的地方会变绿色的。那如果移到像这样跟马路重叠就不能盖，它就会底下是红色的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自己移动，按下确定。那盖房子也是需要时间，像刚刚那有十几秒的时间需要等待。那我们也可以点选就是里面的人物，然后让他们去打工赚钱。其实有的那种任务非常无厘头，所以就可以真实的体会到辛普森家族他们的英剧的那种感觉。因为平常只是看电视，所以不太能理解，但是这次啊在游戏当中就可以真的了解到他们的对话啊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无厘头。而这款游戏啊目前呢也受到非常多玩家的喜爱，有高达了5000万人次的下载人数哦。所以如果有兴趣想要也建造自己一个梦幻小镇的你，赶快点选右下角的官方下载进行下载吧。